那儿子是从他还没有出道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家伙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叶爱棠，我说哎，林俊杰，我会出来唱歌吗？我跟他这个谈呢，所以又要看着他儿子从包尿布到现在长大了，所以 OG 的小屁屁我都看过几百次了。欧记的任何器官我都看过了，哪有欧记？欧记，你现在有什么屌啊？你不用屌，因为你的我都看过了。因为他不是自己的演唱会，有这么多人要一起唱、一起共演，所以当然把最经典的拿出来唱。所以啊，那个叶爱玲一定有，包括她刚才那个残缺的温柔一定有的，待会儿歌单有给她来跟大家报告啊。我的部分呢，那这过程中有几首很 hit 的歌，从比如我早期我的人生奠定了可以成为巨星的第一首歌叫做唱袂煞，哇，这首歌真的取得好名字，让我到现在一直唱袂煞，我觉得我会封麦，会唱到老死吧，哎，直到我不能唱的那一天啊，因为有我在哈，才有那个力量可以拉拔更多人，我不在了，我要去支持谁啊？所以我会一直有能力，我就继续帮大家，就好像这次为了母亲节这个档期，5月13号跟14号，那我们两个人，我相信在演艺圈，我们以妈妈的心情。因为有太多怀才不遇的人，所以现在你们看我的节目哈，未来会让很多怀才不遇的人也都能上节目。我希望这些人都成为未来的周杰伦啊，未来的任何巨星啊，给大家机会。那所以自己从有了那个唱袂煞之后，我其实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，后来还有盖沟雄啊。有阿纳达舞池，每一首爆出来歌名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还有更多，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会精简几首歌，但几首歌再加上我们谈谈自己的人生故事啊，跟大家寒暄啊，访问啊，时间是就怕超长了，这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最害怕的事，所以我们都会把节目安排得非常的精彩，相信阿关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样，就是安排一些比较经典的歌，可能如果对尽量多一点，大概会有几首，我现在还没有想法，但我都写好了嘛，你比较快嘛，我是好学生，对快歌嘛，我一定有快歌，一定有，跟儿童请教啊，跟儿童请教，他的我不会跳。他就还蛮性感的，因为我不会跳。那你儿子现在跟你住一起吗？没有没有，你们两个你现在变成主持人，我怎么觉得你们母子好像感情不太好？很好啊，开玩笑，因为我认识他们家人，真是认识，从他家的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啊。那儿子是从他还没有出道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家伙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叶爱玲，我说哎。林俊杰，我会出来唱歌吗？我跟他一点也昂呢，我就跟他说了。我真的，因为叶爱玲小我几岁，我真的觉得我看着叶爱玲长大的，现在又要看着他儿子从包尿布到现在又长大了，所以欧记的小屁屁我都看过几百次了。欧记的任何器官我都看过了，哪有欧记？你现在有什么屌啊？不用屌，因为你的我都看过了。没有啦，胡说。没有表演出的歌单出来，那个是服装啊，因为那个林俊杰跨年那一套在太厉害。现在这那一套在当年哦，35年前制作那一套就是当年的壁纸，但是当年的30万哦，当年的30万真的可以买一个小套房的。那30万，我觉得现在不止300万了。当年我觉得可以再拿出来用。我跨年都演完的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录影的电视上看跟现场看不